你好，我是小高，今日要来校外一万订阅的 Q&A 啊！我伫幼稚园的时阵，迄时阵老师晚顿去拢讲下课，结果我第一天去小学的第一节课，老师讲下课的时阵，我当作爱当顿去啊，我就排书包阿要顿去，我行行行行，咱拢无同学要教才会顿去，我搁点点搁行行去行咧。为什么幼稚园要叫下课啦？这拢是桌游。我是金蕉王，应该当考虑一下。第四关，这袂歹啊，这个袂歹啊。唔知呢，即摆是无兴趣，住伫中立。嘿，我姓高，我今年31岁，对吧？31岁。31岁。那是有啥物想法，应该嘛是会继续拍一只咁。已经有合作过一挂，以后应该阁有机会啊，会当。我嘛唔知道我几度呢，应该200-300度吧。吃娃娃我小可有兴趣哦，甲吃娃娃 YouTube 合作，我感觉嘛是袂歹，因为我的店叫可隆庄，我都加一生左右啊。迄时阵佫拄好有这个机会啊，倒来，因为拜甲拜五拢无人啊。啊，我看到其乐无穷，忽然间哦，穿起来啦，我就想讲我嘛会当拍，我嘛会用啊，这嘛我的兴趣啊。拜拜个无，啊，就来拍皮拍看卖啊。我甲拜 YouTube。做会拍片，我就有兴趣。若是无做电，他们继续做 YouTube。唔知咧，爱看时阵，我拍片敢有食饱，食袂饱嘛是爱去打工。DIY 甲之前搞到，我应该拢会继续拍落去。这个问题真好呢。虽然讲拍影片就是想要互人看到，不过有一挂是我想要传达的理念，不管有人要看，我嘛是想要继续拍落去。我感觉我应该当做的代志，是爱去做，唔坏。我的偶像就是张雨生，不一集齐张雨生拍片就是把手机拿出来录影吃下去就开始拍片，很简单。我有母啊，还没生孩子，我边缘人啊。第一类就是其乐无穷的圈片，为什么呢？若是没看到他那么成功，我就没想要拍。第二个是香港的 C 莱姆，听你讲，因为伊虽然刚已经足成功啊，伊阁定定给我建议，看到啥物哦，甲我分享。我若是无看到医生即将感染影片，我就袂去拍迄、那个家己做即将感染影片。有迄个影片，我才开始有人看到，所以我足感谢 C 莱姆。第三个，我感觉应该是台客剧场，伊咧传达真济理念，拢甲我足嗨，我嘛真介意看。刚有人看的时候，我是环保人士，所以我会当拍，我嘛想要来拍一寡跟环保有关的物件。我其实无啥物上介意的作用，也是讲算上侪介应该是农家乐，啊农家乐就是可乐农庄名以来，因为伊名字叫阿杯可乐，啊可乐可乐嘛，可乐农庄安尼来，第一就想安尼讲台语，因为我感觉这是阮的语言。越来越少人在讲，我感觉爱或者语言挂落去，再过来是传达一挂我伫环保方面的理念，这我感觉是上重要的。嗨，其实我较早就爱耍电动，啊，不过开始耍桌游以后就真少咧耍电动。不过是有时间，我嘛是会想耍，所以应该是有机会啦。无趁钱呢，可怜啦，无考虑袂入位呢。足忝的，我看遐袂入位足忝的。无啊，漫画就买一个，唔是我娶某啦。拜五还有新的影片，想要看更多影片，记得订阅了，谢谢，拜拜。